林红玉前场单场四安，金泽差三垒安打就完成完全打击。记者林正坤社，记者林佑陈桃园报道。中信兄弟换帅首战出师不利，先发投手陈虎账面成绩不差，却没能压制桃园队中心打者林红玉、陈俊秀，四六两局都被两人击出长打，其中六局下林红玉、陈俊秀上演连两打齐开轰，帮助球队5-1拿下胜利。原队目前四连胜，中信兄弟四连败，双方胜差拉大到 1.5 场。林红玉近期状况火烫，前场单场四安，金泽差三垒安打就完成完全打击。他笑说没想过完全打击记录，如果一开始就打三垒安打，那才可能考虑一下。现在对其他打者而言，打三垒安打也不容易，球队彼此间都熟悉打者攻击形态，有因应站位，要打三垒安打确实不容易。请继续往下阅读。上半季末林红玉曾面临打击低潮和伤势，在二军调整一段时间。他说二军虽然因天气影响比赛不多，但调整上有一定帮助。至于近期好状况，林红玉说打击时还是看场上状况，选择对球队帮助最大的方式，想法单纯一点。林红玉轰出全垒打。记者林正坤社。